啊，眼前这头牛啊，杨哥给咱们啊吉林白城粉丝拿捏了啊，看看啊，月龄将近11个月啊，重量900多，近1000斤，纯草标牛、半标牛啊，看牛买牛就买这种半标牛回家好管理啊，看牛后腚啊特殊宽啊，看看，马上咱们检测不病啊，看看这牛行不行啊，老铁们啊，这是啥？本周我是你大概多钱买的？32600。你看杨哥啊，重视报价，舒心行吧？妥，哎，检测不病，老铁们啊。咱们选择这种种牛啊，这个环节是最重要的，听见吧？啊，现在这牛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啊，有布病的牛特别高，特别多。如果说咱们选择这个种牛有布病的话，会导致咱们整个啊繁殖母牛的种群啊有布病，那样就不好了，对咱们这个繁殖啊空间啊或者养殖空间会造成很大损失了，对吗？来，给我检测，来检测布病，来，看这老师，看这眼睛，跟手，看这牛脖头长不长啊？看。阿弟啊，来抽，行了，都中了，布病啊，检测通过了，老铁们啊，看看啊，杨哥必须负责啊，亲力亲为。